Dona.这个是徒步下来的水，徒步的水从哪来呢？我们没有注意上游是哪来的，我没有研究的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那边可以看一下。没，你说这个河多，这里有垃圾桶吗？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吧？石头镇，这又是一个石头镇。大家一边坐一边。挺险的这路，尽管疫情，还有很多游人在这。
Recognition is a generous donation. Ah, 这个呢 ，Dr. Mr. L. Johnson， 约翰逊，就是这个 Doctor， 是个医生。这个医生呢，捐钱了，嗯，为这个路径建设的，咱们走的楼梯啊，都是他们用他的钱的那个盖的楼梯。这个人名叫 Dr. and Mrs. L. Johnson， 约翰逊。2003年1月份，是吧？修的路线，对他们不，他们出的资，嗯，他们出的钱，修不是他们修的，他们可能出了几万块钱呢，是吧？哎，捐献了，捐献以后，对咱们楼梯什么的都是他们，修花钱修的，真的是民间集资，对，哦，对，也没有毛病。对，老了。这路径很难走，有人捐款。对呀。
公路很难走啊，有的捡团的。有人捐款修这条路啊，离瓶子越来越近了。还是选择这边上楼梯。